爸爸，你回来了。还不快去睡觉！可是，爸爸，我……你难道没听到吗？会回房间，还有就是你的新妈妈，还不快问好！孩子那么凶啦，他还很小，害羞是正常的事。好啦，你快回房间，早上之前不准出来。你不是我妈妈，永远不会是。妈妈，她会回来的。妈妈是不会丢下我一人的。所以我要成为伟大的魔法师，因为我和妈妈约定好了，这样妈妈就会回来了。